大哥，谢谢。来，我要拿三面青椒，小小派派的。哇，谢谢做红胎的，做啊，立成金。呀，你看是讲无水啦？啊，是不是讲那呢无水？哦，这是艺术。啊，艺术对，这个是皮卡丘的这个爱徒。没有啦，这个你在前面看哈，前方看的时候，有一点那个 4D 的那种感觉。刚才讲 3D， 现在就变 4D 了，那是我下面标啊。小丽爷嘛。哇塞！哇，这么多人呢、啊。非常的多，掌声在哪里？喜不喜欢沈建斌？我跟你讲哦，建斌大哥啊，四天里面哈、哦。前三天的特别来宾哦，啊，到后做最后一个哈、哦，都有走一点人呐、啊，啊，不是很多，只有你一个都没有走。你跟我讲前三天有谁？前三天啊，第一个是王振龙，王振龙，王伟良啊，第一名唱的都走啊？没有啦，没有走，哦，没有走一点点啦、啊，一点点，走一些人啦、啊，因为下雨啦，哦、下雨啊，都为安弟加大补车，对不？ OK， 王振龙也是很好。啊，再来，廖永仪。廖永仪啊，走是应该的，因为他唱的不好听。哎，他唱的不错啦。第三个，王伟良。啊，王伟良。啊，王伟良也是下雨。啊，也是下雨。我一定比他们厉害。我唱还没有完，人全部走完。你就破这个记录了。你看，拢总无走到，这就变成看你咧。跟我合作这个，我一条唱了，你拢断。好了啦，大哥讲话就是无小声。我刚从小是讲，我拜托一日，我唱歌唔通断，你是可怜人唔断啊！伊咧偌强的，人咧讲话，人拢是强的啊！伊唱到一条断，伊免唱了第二条，是啊，唱到我。还做到小小的唱。你遮哩贵，你嘛先讲唱一条，上少嘛唱四条对无？四条。啊，你来较注意啦嘛！啊，谢金石的演技你会知吼。阿伯合音较顺畅，哦，喏，你合到位老师，我改合音你啊，喏，啊，要唱中华了嘞，爱听我也唱个嘞，啊，爱听个比侬，啊，我想讲，哎呦，现在按照谢老师那边哦，啊，原来是后边这个声的大声，我老师的声已经真大了嘞，我那个盖过他，没了，我才用两成功，哇，真的厉害，阿甘呢？阿甘呢？阿甘呢？学四年啦，学四年啦，五年嘛几年？啊，六百几年，我啊，不几年，不几年。什么不几年？福建人，福建人怎么讲？你讲不几年？啊，不，不几年。你讲粗话你？怎么不几？我讲不几年。你说要不几差是吧？不几年。我不会讲福建。福建年。福建年。福建年。八几年。一样福建年。福建年。福建年。来看你五年年了，你来五年年了，我是年，你来五年年，五年年了，年，五年，六年了，几年？一年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等一年怎么前面后面一样呢？没有一样。你房间看就不腻用咯，房间我都自己看就不腻用咯。啊，老魏的鞋要没了咯。感觉看到一用哦。你要前边后面同不同意用？啊，不要不要，好好啊，大哥讲的对，前面后面都一样。我头先一脑不该晚上洗这个睡体虚伪，我垮掉。睡体虚伪什么？睡体虚什么？不要了。不要。我睡体虚了，一边睡心肥，一边睡完泡。你会唱啊客家那个的客家客家？客家山歌。客家山歌。客家山歌好听。除了山歌，还会唱什么客家歌？唱个西里骨头歌。西里骨头歌。嗯。西里骨头歌，慢唱，慢唱啦，慢唱。你要听山歌吗？他唱的山歌你喜欢的。是不是我喜欢？你中日。你中日。中日是什么？啊，中日怎么叫你中医啦？中日就中医。中中啊，中日。中日哈萨克。中医中啊，中日。啊，听一下啦，很久没。中医癌吗？你中不中医癌？哇！啊，你中不中医癌？癌啦，癌啦，癌啦，癌是我啦。哦，你呀，哦。
你喜不喜欢我？你中不中意爱？我中意你，你中不中意爱？中意吗？爱中意你阿妈。啊！啊，你是在脑补啊？哎呦，这样啊！爱中意阿妹哦。没有。阿妹啊，安啊。真秀珍啊啊，台湾巨星哎、啊！你唱那一点点山歌呐？唱山歌啊！太中意啦！好啦好啦好啦，唱山歌啊！啊，啪啪啪啪啪，山歌山歌。山歌啊！哎，你使，你真唱了你大声袂？你使慢慢来袂？给啊！哎，给不了，我都不够了，给不了，慢慢来。我的班都对昨天吗？不等啦，昨天昨天大声吹声，中可以小声中昨天咯，昨天唔肯嘅，冇打嘅咯，啊，不你该多个声啦，该多个声啦，该会好大声咯，啊，山歌啊，爱唱。爱就是我开哟，音乐啊唔冲，爱就是唔爽哦。等，这边音乐唔冲就心未爽啊。这里无笑就心未爽，我叫音乐唔冲啊。我叫你，我叫音乐冲啊你。哦，你这叫音乐哦。音乐啊。哦。是硬硬啦！哦，听不清楚，硬硬不错，你没错一个。哎呦哎呦！调整调整，这样健康的歌曲，哎呦，给你讲到。我想听嘛。第三段。阿哥阿妹心连心哦。连心连心，那得招牌啊！阿妹你笑。好听好听，好好听啊，好听。阿麦唱个反版的歌，啊反版，好，反版的好反版，啊反版，好啊。比赛，嗯，香蕉歌，啊香蕉歌啊，哎呦，哦，我只做一些香蕉啊，香蕉啊，香蕉，我们客家人不叫香蕉，叫香蕉，叫香蕉，哎呦香蕉很难拼，香蕉只有公的，没有母，啊真的。哦，好像我们在中国搭公交车这样的，公交车，对，唱腿了。OK， 公交啊，速送结公交哦。树顶香蕉，香蕉。香蕉树上结香蕉。对对对对啊，香蕉树上如果有甩啊，就有问题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香蕉树就结香蕉嘛。是，谁甩啊的我本队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谁甩啊，我不爱代志啊。阿妹呀，你爱是鸟哦，哎，嗰啲硬硬爱见鸟啦，是不是？每天你讲吗？他都讲的是每天，不是？哦，要吃香蕉。哦，每天吃香蕉是身体肠胃不好。哦，对对对对。OK， 阿妹要冲通肠。OK， 是见鸟。阿哥送去扎一条哦。一条哦，阿哥搬几条，搬几条。阿哥上去踩一条，踩一条啊！他还没有踩，他看哇，这么多，怎么办呢？对对对，他又唱了一句，怎么唱了一句？阿妹呀，你爱太条还是四条哦？哦，这位看，你们俩多条四条。祝你不改你梦话。哎，你现在做条就鱼啦！因为金蕉那卖不要浪费，是卖细算半，对，啊，半条卖脚，怕死去啦，对不？对，所以爱问伊半大条啊，碎条啊，大条碎条。哈，
我唔知大条还是好还是小条，啊，卖拢是人送我，我就食了。哦，对。啊，香蕉不要食多哦，因糖分高。哦，较贵了，香蕉不要食较多哦，糖分高哦。不要紧啊，我都反正都只有高。放低流量。不啦，不要不放就错，来干来吸啦。反正只有高一点点高血压。一点点一点。高血压还是要吃药啊。要对哈，要对哈。我跟你讲，大哥很健康的哦。乐。他研究，他每次吃那个健康的东西吃很多哦。健康产品，奇怪，健康物件食安尼多，啊都食袂惯。伊袂惯真久了啦，不是最近才袂惯。对不对？跳跳就惯。哦，哇，这冬季公交贵贯的金蹦出来，够算少的啊。因为这衫相对乌啦，啊，顺便加买挂一个白啊。阿哥，那你今天还要唱什么歌？唱七十年代的歌。好。好冇？好。七十年代，七十年代的歌。啊，这位那七十年代。我跟你哦哦了，我去九五八报新闻了。Okay, okay, 这首歌名叫《你曾经爱过爱》，你有你曾经爱过的伊啦，你曾经曾经爱过我，你曾经爱过爱，爱过你哈。我曾经爱爱过你，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。好。哎，还没有听过你唱嘞，这首你曾经爱过我。啊。因为是对你唱，哎呦，你曾经爱过我，还凶了老料，还凶了，还加油了，老师，谢谢你，曾经爱过我哈，我们陪他啊。